上去玩，怎么了？过来，我们不要走，我不知道谁的字，就现代的字，中部那些比赛的那个人的字，他在写过，过，扯过来，过来。你说啊，这没接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等一下你这个下来，再跟他，再把他带过去。这边，这边，他是这样来写，好，这样写。那这样是线条看起来就觉得比较有劲，有劲。不然你写的对，可是你把线条写的太小心，速度太一样，所以它就会平掉。哦，所以做好动作之后，拉扯，你拉扯它，停住，好，拉扯它，拉扯它。拿起来，做好，写过来，做动作，写过来，但不是很快拉，只是有带速度的感觉。那这样，是不是这个字看起来就不会觉得那么平？啊，对，那这个也是一样，哇，就扯过来，啊，这边就是写过来，然后这个是这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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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这样。但是这条线可以直接是一直拉到底，来这样写。哎，说这边没有写好，没关系，碰一下，把它碰一下就好。我轻轻碰一下，不要一定要把写收到那个这样子。这样是墨沾很多，可是还写顺，还是把横杆去扯这支笔。你说，那这样只会破掉，不会你的速度上的一个，它有点速度，可是不要扯太快，真的把整个线条扯破掉就好。喂，谢谢。这样子。